好，我是 Chelsea， 今天来跟你们分享的是我过了30岁是怎么保养的。在上个月呢，刚度过了30岁的生日，觉得哦，这个差距很大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从二字头要跳到三，整个转变很大。虽然其实就是老了一岁啦，但是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已经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层次。然后我觉得皮肤也真的是蛮困扰我的，因为我其实皮肤没有很好，就是混合肌，然后又蛮常有一些粉刺啊、痘疤什么什么的，还有最近就是法令纹、鱼尾纹很猖獗，所以我觉得最有差别的应该就是我现在很想要找寻各种可以抗老的保养品，但是我觉得肌肤很麻烦，因为我又混合肌又有点敏感，我也不能乱用一些有的没的成分，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就是有一些难搞的肌肤问题的话，就可以参考我今天的影片，因为我要来分享我自己混合肌肤想要挑选抗老保养品的一些挑选原则，有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质地。质地呢，我觉得混合肌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就是清爽，但是又带有滋润度的质地。因为我发现混合肌它其实里面是很缺水的，可是因为油水不平衡，所以它有些部位又特别出油。总归一句就是要帮肌肤补到水，可是又不能过度的滋润，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蛮容易出油的。如果真的因为要保湿，就用那种油分很高的产品，会直接大爆粉刺、大爆痘。我以前的这些粉刺都是可能选到不对的保养品，太滋润，或者是粉底太闷、太热，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闭锁性粉刺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质地还蛮重要的。我最近爱用的就是这个 SOOM 37，等一下会介绍。我最近刚刚开箱，正在实测这个 SOOM 37的超导精华凝露。我最喜欢它的质地就是像这种，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点浓稠度，有一点滋润度，可是它又不是油，它很好被吸收，所以就是很保水，然后有一种借由精华跟化妆水中间的这种质地。因为这个系列也是主打抗老的，只能看到无痕啊、抗龄、抗老，无法招架。太水的质地又有一点不够力，比如说在冬天或是换季的时候，一下就是感觉只有擦的当下有保湿到，所以我会选择稍微比化妆水再浓稠一点点的，介于中间刚刚好的质地。第二个就是成分的挑选，这个真的很重要。你可以先看看自己的肌肤擦什么样的成分会不会不舒服，因为像我后来发现，我擦有酒精的或是有一些香精化学的成分的话，我皮肤会红会痒，就不是那么舒服。而且我自己闻到香精味，有时候觉得，每天要脸上擦那些，好像会不安心，然后闻到会觉得没有那么天然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成分上是绝对会避免各种刺激性的产品，因为我觉得混合肌已经算是蛮难搞的皮肤了，所以我会觉得成分越单纯越好。然后再来就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功效，那我觉得我都会选那种蛮多有保湿类的玻尿酸啊等等的成分。我自己是蛮爱各种就是植物类的保湿精华，或是一些发酵的胶原蛋白这样的成分哦，还有 A 醇是一个对抗老也是一个很好的成分，而且相对我觉得是比较温和低刺激的。第三个是季节性，这个就是根据你的肌肤状况，那像我自己混合性好了，夏天可能就是混偏油，它在 T 字部位啊，或是有时候脸颊也会开始比较出油，偏油性肌肤。可是到冬天，我整个脸颊其实是超级干的，所以我就是夏天跟冬天还有敏感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保养品选择。那像现在可能是冬天要变春天了，就是换季，我其实皮肤很容易红肿、红痒吧，就是过敏，我就会用成分比较单纯的，然后比较好吸收的。那很冷的冬天就会用多一些乳霜的质地，那夏天切记就是不要再用乳霜或是油类了。夏天就是很单纯，我只会以清爽跟保湿为主，维持好皮肤的最原本的状态就很好了。混合肌以上是这3个保养原则。那我上周呢刚开始进行了 SOOM 37的7日实测，目前还在持续的使用当中。我主要测试的是这2罐无痕抗龄超导精华凝露以及这个奇迹精华。我其实真的用过他们的精华凝露了，那时候完全的用完一整罐。我记得我那时候用他们有一个漂亮的雾面的限定包装，然后这一次是一个新的精粹极致版本，
整个就是很奢华，然后也很适合就是母亲节送妈妈，就是母女可以一起用，因为我妈都会跟我抢着用。可能这个就是我觉得25岁以上的女生到50-60岁的女人都可以用的。他们瓶身非常的有质感，就是玻璃罐装，然后是他们独有的这个很像小酒瓶的这种形状。然后它的瓶盖是很细致这样子的，精华也是，精华是雾面的瓶身。我觉得他们家厉害的地方是他们是使用发酵的保养，就是以人体最可以吸收的一些成分的植物性的保湿精华为主，然后还有像发酵的胶原蛋白啦、维生素 A 醇等等的，就是都是对抗老以及保湿有非常好的效果，可是又是低刺激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就是刚好想要投资一个比较质感好一点点，然后真的可以让肌肤有吸收的养分的话，就可以用看看它们。它会让我皮肤就是有一种维持很稳定的保水层的感觉，像我现在皮肤就是比较平滑，以前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小颗粒，然后或者是脱皮的状况。我用第一天我就觉得很有感了，第一天的时候本来就是有蛮摸起来很粗糙，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我皮肤就是感受到它那个有水分在里面，不然以前早上起来可能会干干紧绷，就是然后粗粗的。你知道有些品牌它可能强调可以加强角质的代谢，可是有时候越用就觉得肌肤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薄，所以我其实很害怕那种去角质的产品。我觉得角质不可以乱去，顺山记他们是利用自然的发酵法来提升你肌肤的健康度，然后维持肌肤的稳定性。那我现在来分享我实测的状况，这次总共是拍摄7天的实测肤况给你们看。我自己使用完7天的感受是肌肤的细致度提升蛮多的，脸颊有恢复一些弹力，不会像就是缺水就是会松松的，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种肌肤有紧致的感受，但其实应该是因为保水度提升，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它是呈现一个自然提亮你的肤色气色。那就一起来看我的7日实测吧。今天是实测的第一天，我要先来使用超导精华凝露，我会先倒在手上，然后它是比较浓稠的化妆水精华的质地。我自己使用的方法是会薄薄的擦上第一层，然后它稍微干掉一点之后会再薄擦第二层。通常叠擦的动作会视当天肌肤的状况来决定，有时候觉得比较干啊，比较肤况比较差的时候，我可能会薄擦到4-5层，就是让它一直的持续补水。再来会用无痕奇迹精华，也是一样，这个很漂亮的金色盖盖，超有质感的鸭头。它的颜色是像这样子淡黄色的，现在感觉刚刚擦进去的水分几乎有被吸收，感觉变得比较 Q 弹一些些。今天是保养的第二天，以往可能就是会觉得有一点小脱皮的状况，今天起来看还蛮平滑的。我会习惯从鼻翼这边把它这样子由内而外，然后由下往上推。那我觉得鼻翼这边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很干很干，然后很容易脱肿，所以我会先把它这样子从这边带上去，然后这边这样子顺便按摩拉提一下。早安，今天是实测的第三天，观察一下我皮肤。最近天气变化大，我这边就会有一点过敏，小泛红。一样继续的来使用。上镜完以前也可以搭配他们家的白天使用的安瓶，质地很水润，然后擦起来有凉凉的感觉，也是很好吸收，一个集中加强修护的感觉。最后加强保湿可以用这个百年乳霜，它的质地超滑顺的，很像那种很清爽的奶油。我会擦在比较干的两颊跟鼻翼。早安，今天是第四天，看一下我的肤况。我觉得摸起来皮肤细致度比起第一天平滑非常多，然后
疤的部分就是还是有，可能没有办法短时间看出效果。一样先来从这个超导精华凝露开始，好像有变比较稳定一点，就是目前没有乱冒一些有的没的。我觉得好吸收是一个很好的优点，因为觉得那个保湿有被吃进去。然后它也没有让我就是过敏的状况，算是还蛮稳定的，然后每天都可以使用。今天有点水肿，但是肤况还不错，微微的有点偏干，可能因为变天。第六天，这两天的肤况已经明显比第一天好很多了，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就是整个平滑跟保水度都有提升。实测第七天，最后一天的肤况，我觉得很好欸，就是跟前一天一样。气色什么的都好蛮多的，然后皮肤变平滑很多，还是有一些痘疤那些的啦，但是整体我觉得有提亮很多，然后肌肤的触感就是比较细致一点，比起第一二天。Q 弹的部分，我觉得这边蛮明显的，因为我这边干的话就会很没有弹力，没有光泽感。这边好像有比较烹饪的效果，持续使用一个月的话，我觉得应该会看起来更好，还蛮不错的耶。看完实测是不是觉得很心动呢？如果你刚好也想要投资一个好的抗老保养品的话，刚好他们家今年在母亲节就推出限定版的礼盒。这一次的主题是结合韩国世界级的艺术家 Daria Song，以纯净自然的野生丛林当做主题，而且它是有做那种刺绣感的感觉，有立体感，质感超赞的。然后这个是太初限定版礼盒。里面就是有他们家的这个奇迹精华增量版100ml，然后还有日安瓶、夜安瓶以及乳霜。你看那乳霜也好可爱，这整组买下来只要5780，以抗老精华来讲真的超级划算的。而且这一罐平常是只有60ml，然后增量到100ml，所以光这一罐可能就差不多要5000不止了。这一组我觉得真的可以收，然后是一个兼具抗老保湿的 CP 值很高的礼盒。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礼盒是超导精华的凝露礼盒，这里面就附一个超大罐的，就是我在用的这一罐，它是230ml，就可以用超级久的。然后还有日夜的安瓶，超导精华就不一定是抗老才可以用，如果觉得气色很差，常熬夜加班、作息不正常的话，它也可以帮助就是提升气色，你就把它当。其实就是像一般的前导化妆水，就是是一个我觉得日常都可以用的保养品，很赞哦！母亲节可以抢一波，结果没有想要送妈妈，自己就想要留着用了。这次母亲节真的 CP 值超高的。好，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的混合肌保养分享，我会把提到的产品链接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哦。还有我的 IG 也会有抽奖的活动，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然后去参加。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拜拜。